这是在狗肉馆解救狗妈妈时的情景。他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手脚被捆绑着，蜷缩着，目光充满着恐惧。多么令人痛心的一幕！朋友们，这个狗妈妈已经生孩子了，她是头两天刚从狗肉馆救来的怀孕的这个狗狗。你看她，生了这么多宝宝，她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啊。刚开始来的时候还有人气啊，就是，你看现在就摸她孩子都没事了。小不是通人性吗？她怎么能赶回去？给狗妈妈煮的鸡胸肉，生了这么多宝宝一定很辛苦，补充点营养。看这个伟大的狗妈妈，来有点肉肉补充一下体力啊，生孩子辛苦了，来再吃一点啊，来再碗里吃，碗里干净了。你看狗妈妈又累又怕的，慢点吃啊，慢点吃，吃完还有呢。看他的孩子都挺好的，乖乖啊，现在可听话了，也不咬人了。